这题是问 C 这个区这个时期是不是叫减速期？减速，速速速速速，减速期代表你成长速率变慢了，最可能是什么？食物不够啊，空间不够啊，有别人跟你竞争啊，所以答案 A、B、C 都合理。为什么猪不对呢？一旦出生率小于死亡率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族群成长的速率哦，会变成负值。可是你看这边的切线还是正值哎，所以如果今天我这一题我要让猪是对的，怎么办？好，这叫一期，一期的切线斜率为负值，就符合猪的描述。当你的出生小于死亡，你的族群是在衰退，所以族群的量会往下降，这个时期才是出生率小于死亡率的状况。可是 C 呢，它的切线一样是正值哦，还是出生大于死亡，只是出生大于死亡的程度没那么大了，所以它的成长速率没这么正，没那么大，但是还是正值。好，所以这里答案是猪。减速期速度还是正值啊，它只是速度比较小啊。好，大家了解意思哦。好，以上是第三题单选。